我正在看你直播。去成都的时候也是我们去，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你给他打，你看他，你跟他说你这次回去要结婚。What？ 你跟他说，哎，真的，哎，你觉得怎么样？结婚了。哦哦，你说他会怎么回？他会信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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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都有。怎么下次见面带孩子就不能喝酒了？我觉得，但是有一点哈，嗯，不信。你看他说what？ 妈的不信。Later， 大主播啊，小主播，大主播。不是没有。你们也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吗？没看过他的照片，我看看呀。这种感情唱吗？两个，你们两个不开相机，我开开开。你不开，你先开。开了，开了，开了。我操，这个是啊，我同学节是我同学节啊。但是，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是那种，哎呀，就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真的，你这都可以，我知道你这，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好吧？考虑一下好吧？嗯，你说个数。视频为证好吧？妈，别动我手机。视频为证好吧？那真喝多了。如果回来就能看到这些，如果回不来就看不到这些。因为我现在都不敢拍他，你知道吧？我拍，我拍，我拍。我现在我现在都不敢拍他。嘿，What the fuck？ 喝了他。咱不喝了，咱回家好吧？走吧，咱回家。走了，不早了，走了。咱回家好吧？就是我觉得现在，他们，我觉得现在就是那种，就是，他们很多很多网友就对我们要求很高，但是我就是我，你知道吗？从我心情里，我觉得他其实现在压力蛮大的。对，你像他现在白天要拍视频，晚上还要直播，因为他今天晚上不想来吗？就是你越往后面走，你就越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你知道吧？就是他们，但是他们会一方面说，哎呀，我好理解你啊，然后他私信跑过来要跟我说什么？原来你们做视频是为了。原来你做视频的初衷是为了赚钱，而不是给我们带来快乐呀！哎呀，我操！真的假的？真的呀！昨天，我知道，昨天在直播间啊。我操！就是他们在说什么？你能不能先我现在回答你吗？对，我你简历都不用，你知道吗？我就一句话，反正人也很多，你知道吧？就一句话，我人你干嘛？我干嘛？干嘛？坐着，你干嘛？现在这都是我的，哈哈，我的员工都你爸爸，都是我的员工 ，Daddy Sugar Daddy， 都是自己人。我们是不是正规的？我们正规，我们是不是正规的？正规，超正。我们是不是正规？是的，我操，好。我操！不要！我操！我操！他妈的，今天晚上没少喝啊！你要我穿 bra？ 我以为是让我给他穿 bra。他妈的，我可以拒绝吗？不可以拒绝，还要拍照给我？还要拍照给你？他妈让我变态大叔，你知道吗？我好久没有戴过假发了。哦，还有那味道。我要穿这个是吧？你要穿这个好好招待上线。我操，好恶心啊，变态啊。The next day， 现在会不会太早了？他妈的，为了
怎么样怎么样都值得，好吧。玛卡巴卡阿卡巴卡米卡玛卡门。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跑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出去了，结果我听半天没动静，我就去看，他妈的人不见了。我藏起来是吧？ OK， 我先去藏起来了哈，兄弟们。同学，哪儿啊？妈的，什么情况？吓死我了！哇，你这一个人，我操！啊，什么人啊？男的？妈的，一个女的。什么女的？女的呀，哪来的女的？好看吗？不知道，我没有看，我操，很吓人。拿了我身份证，我操，你不会是放在房间里了吧？哦，去拿呀，早配呀，真的。走啊，真有啊，没有，我没有，你快走啊！哪有人啊？没人啊！你把放弃，你自己进来看看，这他妈没人啊！没人啊！什么鬼？他刚刚就在这儿！我操！他之前就在，真的在这里。要监控啊！他妈的，真的有一个女，他妈就在这里。那你告诉我，现在人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呀，没人啊。
你是不是昨天他妈的还有味道？什么味道？那个女的的味道，肯定把他吵醒了。然后呢？然后他就走了呀，他把我身份证也拿走了。你肯定昨天晚上喝多了，你昨天晚上喝的有点多。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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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我，他但是真的有一个女的，就是真的有一个女的在这里。滚、啊！跟我喝多喝少没关系。我早上真的看到一个女的就在我旁边。妈的，她藏到哪里去了？她肯定走了。我对天发誓，真的有一个女的躺在我的旁边，但是她把我身份证拿走了。你笑什么？为什么我们房间里没有这样的人？我怎么知道啊？你怎么不急啊？这个。他真的在这，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就在我旁边呢、啊、天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一个女的。什么样的女的？他妈的一个女的。什么样的女的？就是一个女的呀、啊、我醉了，我还有味道呀，你闻呐。就是一个女的，她妈还带她妈豹纹胸罩。我钱包呢？没找到。那个肯定是那个女的拿了呀，要不要报警啊？但是会不会抓我呀？为什么会抓你？因为有个女的呀。趁我不在的时候，她走不了，然后她把我身份证拿走了。我上班还是在这里啊。